这游戏系统、练功、打王、点装都很好玩，但是你们忘了一点，这游戏如果你没有打瓦尔哈拉大战的话，你们应该知道这游戏打架更好玩。这是我近几年玩过这么多 3D 手游， 3D 我们讲针对 3D 系列，天 W 跟天 M 不算哦，他们都算是 2.5D 2D 平面 2D 游戏，在这种可以360度环绕这种 3D 游戏里面，这一款游戏的打架的手感我觉得是好的，而且击杀还蛮爽的。 VS 纸装是什么意思哦？好的，来我们放个歌来跟你们探讨一下。如果你已经度过了前期啊，你的野心比较大，你想要往中后期，不要说中后期啊，往中间阶层之后再迈进的话，你装备要怎么取舍呢？我们一开始讲说前期或是小氪为氪的玩家，与其用高阶的蓝装，不如用次一阶便宜成本低的绿装，然后把它点得高。像我举个例子，你一个加9绿头盔，你的基本的战力值会等同加8的蓝色头盔，差一阶。只是蓝色头盔它的属性或者它额外可以洗练的数值会比你再高一点点，可是你这样单纯切换的上面来说，它的战力是不会变化。你们可以观看我的左下角，我现在是30433，我换这个还是你看战斗力0不动，它只是数值改变，一样是30433。等于说我们今天看的是什么？你是要看它的数值，还是要看它的额外附加？这个你要去区分清楚。我现在教你们是如何省钱，在对的时期做比较有效的投资。绿装成本黑道头盔制作的10赚不到，一个10赚不到，你用10赚不到的价格去拼加9，跟一个蓝装基本成本大概400到600赚去拼它的话，拼加8，不管你怎么拼，这个都会比较便宜，这个都会比较贵。我们撇开机体的差距，我们就以战力来说，你到第四世界以前，你用所谓的新手装高阶白绿装，这个用白色项链就可以了，白色项链那什么驼鹿角项链点加5就一样等同的能力。你这些前期啊，第四世界以前你用这些装备去冲，绝对绰绰有余。我们这边很多无氪玩家都已经过了第三世界，打赢什么蜘蛛，打赢女武神都打过了，就是照我跟老王跟他们分析的装备配装方式以及属性的洗练的方式还有走位各方面的技巧，他们装备重新变换一下，与其他们原本都是用什么加5的蓝装去硬打，那个伤害战力都起不来，你把装备换一下会更强。这个你看，这个战力绝对超过什么加5加6蓝装，绝对200%，它等同加8了，好吗？它已经逼近加8蓝装了。那我们再比较一下右下角的图片。那我先讲，今天讲的是如果你已经进入到中后阶段，来吧，给你们看个东西，有看到吗？比较一下这个，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出来，纸装还是有一定的基础能力值在，所以安定值的纸装的面板伤害可能就可以等同于加8蓝5的伤害，然后你还会多它什么？你会多它第三条属性，蓝5可能会少你一条属性，但是你加5的纸5，因为是还没有冲过安定值嘛，所以你不会有额外附加的绿色那个武器专属的命中属性。但是它的基础能力直接加5了，所以你看到加8蓝5的命中，加5子5的命中也是5，但是多了 3% 的攻速以及 6% 的状态抵抗，整体来说应该是加5子5胜利，没错吧？所以你去比较一下，一样是性价比的比较，子5它虽然能力值很优秀，但是如果你不把它点过的话，你如果没有勇气把它冲到加7以上或加6以上，那我个人是认为用便宜的蓝5就够了，因为子5的卖点就在于它能力很高。那你既然拿子5，我认为啦，就是要能够完全凌驾于蓝5。对，万一今天我拼到加9蓝5，你还是只能选择加5子5的话，我会认为好像用蓝5就好了。无氪40级以上技能要选吗？弓箭手的技能啊，弓箭手的技能，我跟你们讲，如果纯粹练功的话，爆破陷阱跟回避攻击暂时先不要学。我会建议纯练功的弓手可以直接跳到剑雨，纯 PVE 的弓箭手就直接这边学完这边学完后空翻学完直接跳剑雨，后空翻是让你可以多一招闪避技能保命技能，然后剑雨学完之后你可以再考虑学回避攻击，因为回避攻击可以让你晕怪，还有 38% 几率反制可以晕。但是为什么他不建议先学呢？因为他是要手动施展，当你回避伤害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技能让你按，他不能自动用。然后
爆破陷阱，如果一般的人在禁锢之剑没有点高之前，这个可以不用先学，因为绑不够久，怪物会走掉，你就炸不到人。它的范围判定很小，而且只有放下去的当下，在范围内的怪才会有伤害，你后面路过的怪物不会被攻击到，所以它的伤害判定是很严苛的，没这么好用啦，小妹没这么好用。今天通常都是被晕到的角色，被禁锢、冰柱、石化或是绑住的人，再放这个比较容易中。所以我建议就是剑雨先学，至少练功好用，而且这个还可以缓住，三秒内缓目范围内的敌人 40% 跑速。所以这个我会建议选完这边子季先学剑雨，再回头学这些。那前面你说40等以前技能就照顺序学啊，有就学什么，有就学。幻象之剑的话，其实你那个无克弓箭手啊，如果你能弄到幻象之剑，幻象之剑搭配后空翻，你推主线副本，主线王会更好推，因为你有两招保命技能，原本只有后空翻，你多一招三秒无敌，你相对来说更好闪招，更好保命。而且这游戏点装让我想到一个游戏叫做 EOS， 它点装其实蛮好点的，讲真的，它装备算是蛮好充的。干，还好过一个，妈的，我差点吓尿。点加九装备会怎么样？我们点个一轮试水温啊，这样可以吧？点个一轮来试个水温，各位看一下吧。加九，准备了，加九，杜尔加盔甲再次降临。No 干，现在是手套，来，酷寒手套，两个加七给一个加九，完美。各位观众，加九手套，欸，今天工程师是不是在搞啊？我怀疑我被搞，欸，我是不是被黑名单啊？我是不是被黑名单？太扯了吧，太夸张了吧。看在我这么诚恳的份上，给我个加八或加九，谢谢。六 ，OK， 三个七，三个七，上一个九，拜托，三七上一九，三七上一九，金光，干，啊，啊，战场吗？好好主，好问题。不过我现在钉钉上头中，怎么打战场？欸，靠北进场，妈的，我的愤怒就宣在你们身上了，算你们倒霉。统统都给我去死！五杀 ，Pentakill， 反击，毒，死，无敌，反击，拉打，走位，绑定，吸血，开无敌，搞得被冰起来了，反击。妈，剑鱼死，八杀，神来也死，九杀，下雨喽，绑反击，无敌，不掉血，推反击，拉走走位，一打拳，反击晕，地雷。我再个反手给你一个猴大麦罩，十二杀，妈的绑炸王炸死，下一个就是你了，经济死，白鬼丸十四杀，最后一集，最后的击杀100分 ，KO 第一名200分。简直跟神一样。